大家好，今天给你们说一下无水受精法。无水受精法成功率非常高，适用于你的种鱼比较少的。下面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先把鱼拿出来，水分尽量沥干，机子这个碗里面不能有水啊，尽量的不要有水滴进去。母鱼挤完，然后把公鱼的那个生殖孔对着那个碗壁开始挤，来，挤完了以后就用鱼的尾巴，搅拌一下，把精液直接搅拌的看不到，这就好了。这个我不要了，我就不演示了。在水里的时候均匀的一撒出去，然后让它均匀分布在盆底就可以了。再给大家看清楚一点啊，如果你里面没有水的话，这个籽是不会粘在里面的。如果粘了水的话，这个下面会损失一层，问题也不大。啊，这就是打到盆子里面了啊，这是我要的，一层盆。